情同事，在同一个的所有选手起来迎接胜利，迎接非常精彩。谢谢大家今天晚上这么团结，我们非常的骄傲有你们，也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现场所有朋友们，非常的热情的欢迎，非常的热情。那目前的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0:10，也请大家在离场之前呢，务必确认自己的随身物品是否有携带者。另外提醒大家，身边不需要的贵重物品，请放置在我们的垃圾桶。那我们工作人员还有大家也是可以。